没时间了。那这一次笑着说再见吧，说不定还会再相见。你会记得我吧？这是记忆吗？我似乎忘了某个非常重要的人，只是重要的人又怎么会被遗忘呢？像是千百年前，像是恍如昨日。直到那天，玫瑰星云的出现。你是谁？要你管？怎么又是你？那是我的台词。干得不错。你也还行。如果我们不再相遇，那至少灾难也和记忆一起消失。原来日复一日的意义是无限次遇见你。如果所有的忘记都是天各一方的温馨，那么被遗失的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那就再会吧。我们是好汉侣，互相寻找的心情，思念是深藏在时光之外的熟悉。见面了。